可以。我哋係啦，我哋會開始係先影咗相先嘅，佢哋會攞起個 report， 咁大家就可以拍攝啦。OK，closing。哦，冇所謂，冇所謂啫。You want to us to send end the shot? Thank you.谢谢大家来到今日法律改革委员会发表与仲裁结果有关的收费架构报告书的记者会。首先我介绍一下今日记者会的讲者，坐在中间的是法律改革委员会下与仲裁结果有关的收费架构小组委员会联合主席张清明女士 Ms. Catherine Sanger。 在主席左手边的是小组委员会在主席右手邊的小組委員會成員陳澤銘先生，在另一邊主席的左手邊的是小組委員會另一位成員盧君正博士，而在我旁邊這一位是法律改革委員會的秘書長黃偉聰資深大律師，而在另一邊是小組委員會的秘書馮淑芬女士的。我們現在就先請主席介紹一下報告書的內容，之後我們會再有答問環節的。May I invite our co-chair to give? 我哋而家會邀請咧，係聯合主席幫我哋咧，係講一講個報告。唔該曬，各位先生女士、
今年是非常之繁忙的，咁啊好开心可以同各位系去讲出关于呢个与仲裁结果有关嘅收费架构报告书嘅内容。而家香港嘅法例咧系禁止咧系律师为仲诉讼当同埋仲裁嘅法律程序咧系同佢哋嘅当事人咧系订立与结果有关嘅收费架构，即系同咧系个案件个案嘅成功与否咧系相关嘅收费。香港其實是兩個主要仲裁地的其中一個，另一個就是新加坡，就是禁止某種形式的這個與仲裁結果有關的收費架構，即是 ORFS。 英國、瑞典、美國、內地全部都是容許某種形式的 ORFS 的安排。新加坡就是另外一個是唯一一個主要仲裁地是沒有這個 ORFS， 但他們已經是建議是設立是引入按條件收費協議的框架的了。有一個是相關的法案是已經是交了給新加坡 的議會去審議了，就是今年的11月1號。仲裁中心方面是有很大的競爭的，因為是我們要是吸引競爭者吸引是法律人士和是當事人是來香港。香港其實需要有這個制度才可以維持和鞏固香港作為主要仲裁中心的競爭力。現在我們是全球第三的主要仲裁中心，所以這個小組委員會就是受到指示是要去研究究竟需不需要進行改革，去令到我們可以允許這個是 ORFS， 即是跟結果仲裁結果相關的收費架構或者是成功收費這一樣東西。經過這個研究結果之後，我們認為是適當是這樣做的。正如上一個的記者會都說過，我們的這個諮詢文件就在2020年的12月已經發出了，小組委員會是一致達至結論，就是認為我們應該是將這些與仲裁結果有關的收費架構的限制是撤銷。在過去的這個諮詢的期間，去到是去年年中，我們是向香港不同的持份者是進行了諮詢，我們收到是23個回應。我們有是本地的律師樓、國際的律師事務所，以及是由不同的仲裁中心，包括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給我們的回應，亦都有律政司的回應，亦都有不同的專業和監管架構，包括是保險業的這個議會，另外是律師會和大律師公會。今天我們都有代表在這裡，而是大律師會方面，我們有盧君正博士是代表他們，我們很開心。絕大部分的意見都是認為都是同意我們的建議，我們應該是修例是允許 ORFS 的安排在仲裁方面，所以考慮過這些回應和是檢討過是其他主要仲裁中心的法例之後，小組委員會是維持我們的建議，就是認為是採用按條件採用是和結果相關的收費架構的限制應該盡快撤銷的。這個顯示其實我們的香港仲裁服務的用家都是很希望我們是可以是撤除這些限制。很重要的就是香港的公眾而言，這個令到香港是跟其他主要仲裁中心是更加一致，令到香港可以維持我們作為世界主要仲裁中心的地位，令到我們可以維持競爭力，這個是對香港的所有人都是有好處，特別是法律界亦都是仲裁服務的使用者。我們看到其實很多的客很多的仲裁的用家都是很希望可以有這一種的 ORFS 的安排，令到他們是會選香港作為一個仲裁中心的。以及我們經常都會牽涉到是內地 的對方的，所以這個是對於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很重要的就是我們要是能夠而
以係類似或者相同嘅架構啦，係好似中國內地嘅用家咁樣啦，係去收費嘅。其實喺內地呢個模式已經係行之有效嘅。咁講翻最終嘅報告啦，咁其實我都係要戴口罩，唔好意思啦。咁所以就係講聲唔好意思先。咁咧，關於 ORFS， 其實呢個嘅 ORFS 咧就係指律師咧可以當事人訂立嘅一啲嘅協議。咁而律師咧就會係，假如喺法律程序係成功嘅情況之下咧，咁佢就可以收到一個額外嘅費用噶。嗱，咁如果你有睇過個報告嘅話咧，其實有三種嘅協議噶。我哋咧係建議咧喺香港可以允許呢三種嘅協議。第一就係按條件收費嘅協議或者係 CFA 啦。咁律師咧就會係收一個咧係按基準嘅訟費啦，係作出一個咧係按百分比計算嘅額外收費啦，或者係固定金額噶。咁另外一個咧就係 DBA， 即係咧係按損害賠償收費協議。咁律師咧就會係喺仲裁期間就咧係不會收費，咁但係咧就會係從呢個當事人咧係收到嘅財務利益之中咧係按成咧係得到一個嘅費用。咁另外咧就係一個混合式嘅按損害賠償收費協議啦。咁呢一個咧就係對於一啲咧係時間長啦同埋好複雜嘅一啲嘅商業嘅仲裁咧係適用嘅，因為律師咧如果喺仲裁嘅過程期間咧，如果係完全收費嘅話咧，咁其實係好困難嘅。咁所以咧，佢哋係會允許啦，係能夠收取一個咧係按成嘅費用咧，以及咧係就住呢個喺個仲裁完成之後咧，佢亦都可以咧係得到一個額外嘅收費嘅。咁所以從收到嘅回應，我哋見到咧，我哋咧佢哋都係同意我哋咧係批准咧係所有三種嘅 ORFS 嘅協議嘅，亦都係建議咧呢啲嘅法律嘅限制係被撤銷嘅。重要的就是其實我們的這個安排只是適用於仲裁，亦都是其實是當事人可以作出這個上訴，但是這個 ORFS 就不會是牽涉到是適用於其他的這些的法律程序，包括是這個調解的程序。最終報告是有14項的建議的，包括到一些是一些的條例的 草議，你可以在附件1可以見到，這個都包括是向這個就住是事務律師專業操守指引和香港大律師公會行為守則 的一些的修訂的。我很多謝各位的嘅委員啦，同我一齊啦，非常之努力咁喺過去嘅一段時間咧，係去完成呢一份嘅報告。咁喺附件二啦，你會見到一系列嘅保障措施、保存條款。咁呢啲就係我哋建議啦，可以係點樣用附屬條例啦、附屬法例啦，去處理呢一啲嘅保障措施。咁我哋亦都係啦，係參考過其他嘅司法權區嘅監管措施，睇下有啲咩係行之有效啦，同埋有啲咩需要改善嘅地方而作出嘅。咁最後啦，係附件就係亦都有啦，係附件三嗰度咧就係有回應者嘅名單嘅。咁主要嘅建議咧就係要撤銷呢個禁止規定咧，就會見到喺建議一、四同埋十。呢啲都係關於咧係按條件收費協議啦、按損害賠償收費協議啦，同埋咧係混合式嘅按損害賠償收費協議。咁另外咧都係有關於咧嗰啲嘅上限嘅限額噶。咁首先咧，我哋會係要係更改啦，係香港法例609章係仲裁條例啦，以及係法律執業者條例，即係香港法例第159章。我哋亦都係需要咧係修改有關嘅操守指引和行為守則，即是香港事務律師專業操守指引和香港大律師公會的行為守則的。這個在最終建議11那裡會見到。正如大律師公會和律師公會都是支持這些建議的話，
咁我哋相信咧，呢啲嘅行為守則咧係好快都係會按住呢個建議咧係去修訂噶啦。嗱，我哋咧係會建議為咗係用家著想啦，以及係為咗普羅大眾係著想啦。咁我哋建議咧係會以清晰簡單嘅用語去修訂法例。咁亦都佢哋係有呢個咧係為保障當事人而定嘅條文啦。咁譬如我哋係建議任何啦係同呢一啲嘅同仲裁結果有關嘅收費架構嘅修訂咧，應該嘅呢個嘅協議咧，應該係以書面係寫好啦，講到明啦係律師費係幾多，同埋幾時要俾嗰啲嘅律師費用，同埋咧咩先叫成功嘅結果啦，要有定義啦，咁同埋咧財務嘅得益係乜嘢咧，財務嘅利益嘅定義係乜嘢咧，咁以及咧係亦都係咧會係有最大嘅彈性啦，咁會有一個咧係冷靜期係七天。其實這個已經是比很多的司法權區是長的，多數是冷靜期是五天的，但我們覺得這個是對於保障當事人是很重要的，假如是當事人改變主意的話都可以是去這樣做。另外律師必須要通知是知會是當事人，他們有權是去索取這個獨立的法律意見的，如果是採取這個 ORFS 的話，咁係你需要向仲裁嘅另一方咧，係講出你係採用咗呢個收費架構嘅安排，咁以及咧都需要同法庭咧係講翻呢個嘅安排嘅。嗱，呢啲嘅規定咧，正如我所講，其實應該係以附屬法例嘅形式去定出，咁就令到法律咧係有一個法律嘅效力，係有約束力嘅。咁呢個都係意思係話咧，假如我哋要係修改任何呢啲嘅保障措施嘅話咧，令到佢哋更加係彈性的話，其實我們都可以很有彈性去修訂那些保障措施，大部分的回應者都是同意這個方法，你會找到更多的資料在最終建議8、12和13裡面的。那跟著正如我們上年所說，是跟其他的地方一樣有一個的上限的，包括英格蘭和威爾斯和中國大陸的上限，我們都有參考到，我們都認為是應該以附屬法例的形式去定一個是上限，但這個是可以令到公眾對於這些成功收費的模式是更加有信心的。就算這個是按條件收費來說 CFA 我們建議那個成功收費的上限是律師本應收取的費用，即是那個基準費用的100%，這個跟英格蘭和威爾斯的情況是一樣的，而大律師也都應該是有相同的上限，如果你有任何的這個問題的話，你都可以問盧博士的。For DBAs and 講翻咧，就係嗰個按損害賠償收費協議同埋嗰個混合形式嘅協議啦。咁如果咧就係仲裁成功嘅話，律師嘅收費咧個上限咧就係嗰個得到嘅財務得益嘅50%噶。我哋用咗呢個財務利益呢一個係詞語，而唔係用係嗰個損害賠償，因為咧我哋咧係想擴大啲嗰個範圍咁。這個呢就是有助呢是使用仲裁的用家的利益的，有時呢就可能是要求賠償1億元啦，最後呢可能是可以跟律師是協議，如果是協議是可以成功的話呢，即被人追1億元的話呢，又不需要付出這筆錢的話呢，他們呢就也都可以得到那個是損害賠償的收費的。大部分回應者咧，佢哋有俾建議我哋啦。呢啲咧，你可以係睇到咧，係第三、第七同埋第13項嘅係建議嗰度噶。佢哋希望咧，香港嘅制度咧，盡可能咧係有彈性。佢哋亦都咧係同意律師同埋當事人係可以係按個案嘅情況係自己協議嗰個係範疇，同埋咧係定定嗰個上限。當我們看那個仲費和收費的時候，我們小組委員會和回應者絕大部分都支持我們的說法，就是說
一個當事人係同律師去協議嗰個範圍嘅時候，應該咧係同佢嘅對手方咧就係冇影響嘅，因為呢個純粹係當事人同律師之間一個私人嘅協議。咁所以當我哋講到同結果有關嘅收費架構嘅時候，你睇下我哋嘅建議第二同埋第五啦，我哋係就係話。如果個律師嘅有一部分收費係視乎成功與否嘅話咧，咁基本上咧係唔應該係由對手方咧係負責支付嘅。呢個咧亦都係同英國嘅法例咧係一致嘅。不過我哋睇到諮詢嘅時候咧，有一啲回應者就話，有啲情況之下可能咧。咁樣做法咧係公道同埋合理嘅，即係話敗訴方。都要負責翻係嗰個仲裁嘅部分或者全部嘅係費用，包括埋嗰個係按條件收費協議啦，同埋嗰個日價嘅。咁我哋當然亦都有一啲係保障措施嘅。審裁處喺好例外嘅情況之下，係有權就係判呢個敗訴方係負責全部或者部分嘅成功收費日價或者係其他嘅日價。如果係勝訴一方喺個仲裁嘅程序裏邊係應該可以得到噶。最後我講翻咧，就係呢個有係例外嘅一面嘅，就係呢個個人身傷害嘅係申索。其實我哋睇過啦，好少咧係單純咧係純粹只係講呢個人身傷害嘅係申索嘅。咁亦都睇到有一啲關注啦，就係如果係人身傷害申索嘅一方咧，往往咧都係容易咧係受到傷害嘅，咁所以我哋就話呢一類嘅申索咧就唔應該係納入我哋今次嘅範圍裏邊嘅。咁你喺我哋嘅係建議嘅附件一嗰度咧係有咁樣嘅解釋嘅。至於其他各類型嘅申索咧，我哋就話只要係屬於仲裁，亦都係同係法庭嘅程序有關嘅話咧，咁我哋都係應該受理嘅。講到話制定規例。在報告裏面我們都提到，我所曾經說過了，就是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呢是應該充分規管的，也都要維護香港的聲譽。我說了就是律政司方面他們的法律草擬方面呢大力支持我們，否則的話就不會見到我們現在開列的一些草擬本了。而且咧，我哋係有盧君正博士啦，我哋小組嗰度，亦都係有楊安娜女士，佢亦都係我嘅聯合主席。好彩咧，佢就喺英國咧同家人一齊；唔好彩咧，就係今日唔能夠同我一齊出席。不過佢一直咧都係同我哋一齊咧係聯合咧係做好呢項工作啦。我亦都感謝咧係馮淑芬。是我們的小組委員會秘書，也都非常之勤力地幫我們手在很短時間之內處理好這個報告。我們也都說是會需要修訂兩條法例的，就是這個仲裁條例和法律執業者條例，有關的草擬本我們也都在附件那裡的。建議第11號就是涉及這方面的內容的。講翻係律師會嗰方面啦，我知道咧就係律政司咧係有權係可以好似喺第三方係資助嗰方面咧就係指派一個委員會嘅，咁就係就有關嘅係全面實施咧係作一個係建議嘅。就有關規則的制定，咁你可以睇翻咧係報告嘅附件二嗰度咧係有詳細嘅內容啦。正如我剛才所講啦，呢啲保障措施咧就會等入法附屬法例嗰度嘅，咁亦都咧係要得到咧我哋嘅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嘅批准。我哋第十二、第十三同埋第十四項嘅建議咧都係涉及呢一方面嘅建議嘅。總結嚟講咧。我就真係好高興咧，今日咧係可以
在2021年結束之前來到這裡跟大家分享我們這個報告的內容。我想借這個機會去感謝我們其他的小組委員，盧博士啦，是陳律師啦，還有呢就是楊安娜女士啦，以及呢是馮女士啦，我們整個團隊呢都是很努力地工作啦，合作無間啦，我們是樂意回應大家的問題的。我們現在就來到這個答問的時間啦，如果大家有對報告書內容有問題都歡迎提問的。是不是 now？ 是 now 的。你想問兩個問題，第一就是今次那個修例建議其實是否正式確立了以往禁止的包攬訴訟或者助訟，其實這種原則就將會不再適用的了，以後其實這種行為或者這種都合乎公眾利益的法律行為。另外第二個問題就是人身傷害的申索案件都是特別提到是不包括在今次修改之列的，最擔心是出現什麼情況呢，或者日後會不會有機會其實連人身傷害申索的案件呢都是納入埋嗰個修改之列呢？唔該。我答第一個啦，我諗重申翻一次頭先主席講啦，呢一次個報告書咧，我哋只係針對仲裁去講嘅啫，所以頭先呢位記者嘅問題咧，助訟同埋呢一個包攬訴訟咧，喺香港目前嘅法例之下仍然係禁止嘅。咁我哋今次個建議係純粹係將呢一個改革咧，係圍繞住仲裁有關嘅啫，咁就同其他訴訟咧，以至呢個mediation 咧，都係冇關係嘅。Benny， 唔該啊。咁我想補充下第一點咧，其實我哋今次嘅修例建議嚟講咧，係為咗咧係去話特定咗，我哋係跟翻喺仲裁適用嘅按結果而釐定嘅一個嘅收費架構啦，係話係唔會係因為嗰啲助訟或者咧係包攬訴訟呢啲嘅刑事罪行同埋咧。這個叫做這些侵權 的行為呢是會被影響的，即是說呢換句話說，只要這個收費協議是符合在仲裁上面適用的，第一。第二就是說呢是符合我們呢建議裡面所規定的每條的規例啦，在我們在附屬的法律將會指出 的要求啦，如果符合上所有這些條件的話呢，就不會被助訟和包攬訴訟這些的法律原則呢被影響的。咁所以咧就係話只要係符合曬所有嘢呢啲條件喺仲裁嘅框架裏面就冇問題嚇。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或者我嘗試答就係話關於呢個人身傷害嘅申索咧，首先咧個起點咧，我會想澄清一點咧，就係話人身傷害嘅申索嚟講，根本咧一般嚟講都係絕少咧用仲裁處理嘅。原因就是因為咧，仲裁的前提咧就必須要有一份仲裁協議，即是話喺合約的雙方啦，係訂立了如果嚇發生咩爭議的時候咧，就會將個爭議咧訴諸仲裁處理，而不去法院去處理。咁所以咧，如果我哋考慮到其實人身傷害的情況咧，譬如你行路個俾架車撞到，根本咧你同埋嗰個司機之間咧，一般嚟講係唔會預先有一份嘅協議係話啊，如果我俾你撞到嘅時候咧，會將個爭議咧訴諸仲裁。咁所以咧這個本身嚟講咧，我哋都覺得係一個去仲裁一個人身傷害嘅申索咧，根本咧個現實嘅機會咧係比較低。嗱，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嚟講咧，就係話咧但係咧，姑勿論咁都好啦。咁我哋喺我哋諮詢嘅過程當中咧，亦都有一啲嘅回應者咧係都提出咗一啲嘅擔心，因為傳統嚟講咧，係喺人身傷害嘅情況嚟講咧，我哋有英文有一個字就叫做 ambulance chaser。即係叫做救護車的追逐者啦，就即係意思就係話有一些可能不係好誠實的律師或者法律的從業人員，就去咧去利用咧呢啲消費者或者一啲受傷的人士啦的一啲嘅無知啦，或者對法律的不理解啦，咁咧由而好容易咁樣咧就俾佢哋咧係去說服咗，去利用呢啲咁嘅包攬訴訟啊或者助訟啊呢啲咁嘅行為咧係去怂恿咗佢去開展一個法律程序。咁咧呢一樣嘢咧，我哋就都覺得呢個擔心咧係合理嘅。雖然嚇喺人身傷害嘅因素上面咧，其實就絕少用仲裁，所以咧我哋喺今次嘅建議裏面咧，亦都係決定咧係將呢個人身傷害嘅失藏咧係去排除喺呢個框架之外嚇。希望答到兩個問題，唔該。下一位係香港電台，係你好
想請教一下咧，就係、都見到你哋提出咗有三種嘅收費模式啦，可唔可以用一啲淺白啲嘅字眼，可能同公眾解釋一下，其實佢哋係有啲咩分別啊咁樣樣咧？即係會唔會有一啲具體嘅例子可以講一講咧？咁另外咧都想請教一下，即係都見到你哋訂立咗啲保障措施啦，尤其是主席都提到冷靜期嗰度，其實係比其他地區都多咗啲日子嘅。咁想請教一下，即係嗰啲保障措施嗰方面，其實訂立出嚟其實係想防止發生啲咩咧？係點樣樣保障得到啲當事人咁咧？咁同埋都想問埋就係你哋即係可能期望政府嗰個落實呢啲修改法例呢啲嘅程序，即係具體個立法時間表，希望係可以幾時做到？唔該曬。我又開個頭，跟住我俾阿 Bandy 答啦。嗱，咁主席頭先提到啦，我哋而家建議咧係有三類嘅收費嘅。第一個咧就叫做按條件收費協議。第二個咧叫做損害賠償收費協議，第三類咧就叫混合式按損害賠償收費協議。咁頭先記者都提到啦，咁我哋個建議裏邊咧，呢三類嘅協議都好咧，我哋有好多保障俾翻公眾人士嘅，包括最重要頭先提到嘅七天嘅冷靜期。而呢個七天冷靜期咧，係比其他嘅司法管轄區咧係更加對公眾有保障嘅。咁另外其他嘅建議，譬如一定係書面訂立啦，要好清楚去定明咩叫成功啦。呢一啲字眼我哋都要求喺個協議裏面寫得好清楚，目的只有一個，都係要嚟保障公眾嘅利益嘅。Benny， 你補充一下。好啊。我先答第一個問題啦。記者朋友就問有冇啲例子去解釋一下嗰三種唔同嘅協議有啲咩分別。其實咧，我哋喺個報告裏面咧，喺個引言裏面第八頁咧，第1.7段咧，其實有少少例子嘅。不過我都而家去解釋少少。第一樣嘢咧就係話，第一個模式就叫做按條件收費。咁個條件嘅意思就係一般嚟講，雙方即係意思就律師同埋佢個客户咧，就會同意喺嗰個協議上面就話，如果係有個成功結果嘅時候，個收費會有啲乜嘢唔同。咁當然一般嚟講咧，如果喺而家呢個情況，我哋呢個叫做 ORFS 嘅做法啦，咁一般個律師咧就會收一個有折扣嘅收費先，或者咧甚至乎咧係唔收費。咁但係咧，當達至咗呢個成功結果嘅時候咧，喺個仲裁裏面達到成功結果之後咧，咁佢嘅收費咧就會增加，而增加到嘅程度一般嚟講就會比佢嘅基準收費係多啲嘅。嗱，如果唔係嘅話咧，咁就無法反映咗咧律師係去承擔呢個風險嘅情況啦。咁所以係作為一個補償，係俾各位律師咁樣做嘅。咁而呢個嘅成功嘅收費咧個計算模式咧係用翻有兩個情況，一個就是用一個定額，大家就 let's say 100元或者咩嘅金額都好，定一個定嘅額。如果成功咧，嗰、那個律師咧就可以額外得到呢一個定額嘅酬金啊。第二個情況就是話咧，按翻個律師個基準個小時費率啊。一般好多律師都係用按時去收費啦。咁譬如如果佢本身嗰、那個收費係假設係1000元一小時嘅。咁咧，但係咧，由於雙方同個客户啦簽咗呢一個咁嘅按條件收費嘅協議，咁佢就同意咧，咁好啦，咁我就收500元一小時。但係咧，若果咧嗰、那個數那個仲裁咧係達至成功之後咧，有個成功嘅結果啦，咁咧嗰個律師咧就可以得到咧唔止1000元啦，咧先得到1500元每一小時去計算。咁所以咧，其實咧嗰、那個律師咧最後尾如果成功嘅話，收費係多咗嘅，而呢個係反映而有個補償俾佢咧，去同客户一齊咧去承擔呢個仲裁嘅結果嘅風險。嗱，呢個就係個例子。咁至於第二個模式就係叫做按損害賠償收費咧，呢、這個咧其實咧理論上咧都係喺成功嘅情況之下，個律師咧係可以攞多啲嘅報酬嘅。咁但係嗰個報酬嘅計算方法咧，就我哋要用一個叫財務利益嘅概念。咩叫財務利益咧？就係話你可以係申索一個金額而討回到某個金額，呢個對個客人嚟講係一個財務利益，呢個其中一個例子。另外一個例子就係正如頭先主席咁講啦，如果你個客人係一個被告，並唔係一個申索人，咁佢可以減少咗佢對嗰個原告人嘅法律責任嘅話咧，呢個對嗰個被告嚟講都係一個財務利益嚟嘅。咁咧，律師喺一個成功地幫個客人申索到啲金錢翻嚟，或者幫佢成功地減免呢個法律責任嘅情況之下咧，係可以得到一個額外嘅酬金。咁呢個酬金嘅計算辦法就唔係好似按條件收費咁樣啦，就唔會話用佢個小時費率啦，或者係一個定額，但係咧就會係咧按一個財務利益得到嘅一個百分比。
去計算。有一些以前的講法就是你 去變咗好像是收到個賠償，那你個律師就可以拿一部分，就是這個概念，就是簡單這樣。那我去到最後一個方式就叫混合式按損害賠償，那例子就是什麼呢？其實這個呢，其實基本上是一個按損害賠償的收費。按損害賠償的收費有一個不好之處，對個律師來說是什麼呢？就是說當那個法律程序正在進行的時候，很有可能就是律師根本是不會有一個收入去到去保持住佢個現金流嘅，因為如果一啲法律程序好複雜，係牽涉到可能過數以幾年嘅時間先可以完成到嘅話咧，咁嘅話呢個律師咧就會係現金流會可能會有問題。咁呢一個混合式嘅模式咧，就係去反映翻呢個情況，就係話你如果得到嗰個財務利益嘅時候，客人攞到，咁咧個律師可以亦都可以分翻一部分。但是在進行法律程序的時間當中，他仍然都可以收到一個打了折扣的收費。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叫混合式模式，就是這樣，就是幫助一些情況，就是說律師可能他根本就如果要接這宗案的話，根本就沒有辦法接到這宗案，但如果是混合式呢，就容許他可以期間收到一個低一點的價錢，但是呢如果贏了之後呢，也都可以拿到一個部分落那個財務利益這樣的。那這個就是三個不同模式的例子啦。就這個冷靜期那裡呢，其實陳先生剛才已經講了，其實我們就選擇了一個七日的 最少的七日 的冷靜期啦。所以呢就當事人呢是需要呢是可以呢是利用這個書面的形式呢，是在七日之內去終止的。理念呢就是說呢有時候可能一個當事人見到一位律師，那個律師就跟他去介紹有關於這些按條件收費、按損害賠償收費的東西，那可能他立刻簽了，但是他也都未有這樣的機會，雖然他知道有這樣的權利，但是未有機會或者被說服立刻簽了，那讓他回去想清楚了，好像一些某一些其他的合約消費者合約，當然他都給他時間去想清楚，拿個法律意見，七日之內是可以用書面形式去到終止這個這樣的協議的，那就對他來說是一個保障。尤其是呢，這個是適用於一些不是說很清楚自己權利的仲裁當事人。不過我都想附加一句呢，其實仲裁的當事人呢和一般訴訟的當事人呢 是不一樣的。因為為什麼呢？我剛才都講過少少，就是仲裁的當事人呢是很需要有一份仲裁協議的，而這些仲裁協議簽署呢，通常就會 是一些不會是一些用私人行事身份的個人，相反來說呢，會有一些是企業啦、公司啦或者法團啦，是會是因為一些業務上的原因和對方無論是本地或者是外地 的跨境企業呢，去簽署這些協議。所以呢，一般來說呢，仲裁的當事人是會比較了解自己的權利的，而很多時候呢，他們有自己甚至有自己的內務法務啦、律師啦，去幫他們去談這些這樣的協議。所以一般來說呢，這件事我們覺得不是一個大問題，但是呢由於呢其他地方都有這個這樣冷靜期的要求呢，規定呢，所以我們都是會有這件事。至於立法時間表， 我相信這個就是我們當我們頒了這個最終報告之後啦，我相信政府會是盡快去跟進這件事這樣的。我看看或者其他同事會不會有其他的補充。謝謝。有些評論就是說，這個修例建議是不是令到律師的收費可以增加，所以我們很強調這個絕對不對的，這個我們出發點主席已經說了，第一這個跟結果有關的收費安排，在全世界來說很多司法管轄區已經做了，其實大部分的國家已經實行了這一類型的收費的模式，除了香港和新加坡，而主席也說了新加坡其實也在想著改例的，所以香港就會剩下來是最後一個主要的司法管轄區沒有這種收費的安排。第一就是對香港的整體仲裁競爭力是非常重要的，第二這個並非是針對律師行業的優惠，不是給律師去賺多些錢的，目的是令到整體的服務水平提高，亦都能夠保障到公眾人士、市民的權益的。咁所以頭先已經提到，我哋有好多建議的 safeguards 保障係擺咗落去嘅。咁所以係一個整體嘅考慮嚟嘅。好，下一位有先。
你好啊，想問翻咧個 DBA 咧個 50% 其實係點樣釐定出嚟嘅咧？同埋都想問話喺咩情況之下咧？雙方係可以解除嗰個協議嘅咧？喺咩極端嘅情況下先可以嘅？或者係咩特定嘅情況下先得嘅咧？唔該。兩個問題啊 ，Benny 一齊答答好嗎？我我處理。我問咩 ？OK。就第一個問題先，就關於呢個 DBA， 即係話按損害賠償嘅呢個模式嘅收費嘅上限啦。就係其實咧，我哋咧喺當發個諮詢文件嗰陣時候咧，我哋初受參考咗唔同其他司法管轄區啊，佢哋嘅嗰個上限咧。咁我哋咧當時咧就係問話大家可唔可以表達下個意見，睇下係30%至50% 之間啦。咁但係咧，我哋收翻嚟嘅意見咧，其實大部分嘅意見咧，都係喺呢個咁嘅範圍裡面嘅。這個 50% 的其實這個上限呢，其實呢我們其實是跟英國現在的做法添的。英國現在呢他們當然他們現在作出一個DBA 有關 DBA 的諮詢過程，但是這個都進行了一段時間，但是他們現在目前的做法呢，就是說將上限呢是定在那個的財務利益的 50%我亦都要強調咧，這個只是一個上限嚟嘅啫，並不是代表咧一定係適用於所有嘅按損害賠償收費協議上面嘅。咁所以咧這個就要好特定嘅情況，就係睇下個案件本身啦，有幾複雜啦，嗰個風險係要幾多啦，咁各個唔同嘅因素啦，咁所以咧大家咧可以將呢個風險咧係去作為一個所謂嘅定價。咁而呢個50% 嘅上限咧，或者係唔同嘅嗰個嘅DBA 費用個金額啦，咁其實呢個就會係某程度上反映嗰個嘅風險嘅所在嘅。咁但係咧，我哋覺得其實係有意見咧，係話咧係唔應該定任何上限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咧，我哋參考咗唔同司法管轄區，係的而且確係有呢個上限。咁我亦都係同意咧，係有個上限咧，係會起碼會減少一啲情況，就係話律師係過度收費或者過度補償。咁呢個無論係實際或者感覺上咧，我哋覺得係比較好啲嘅。咁所以咧，我哋就最後嘅最終建議咧，都係咧係想將呢個DBA 嘅設定上限咧，就定喺50%咁樣嚇。咁第二個問題就關於話點樣解除協議呢樣嘢咧。嗱，喺解除協議嘅上面咧，即係其實好似任何嘅合約條款啦，其實都係由定合約雙方可以去傾嘅。就呢個解除協議咧，我哋係有一個建議，就話喺嗰個附屬法例裡面咧，就會係寫清楚啦，就話咧喺嗰個協議上面一定要寫明喺乜嘢情況之下先可以解除。解除咗之後，嗰個律師可以收費，用咩模式去收費？呢一啲咧係全部都係要寫出嚟嘅。咁如果係要滿足曬呢啲條件咧，先至為一份有效嘅呢啲嘅收費協議。咁所以咧第一就係要受當事人雙方同意啦。咁如果你問我有啲咩嘅通常嘅情況係會咁樣，就可能係譬如一個當事人佢根本係好唔合作嘅同個律師，譬如你話個律師問佢話關於啲案件有啲咩文件係要提供出嚟，佢唔提供出嚟，咁佢收埋啲文件，咁嘅情況之下咧，咁律師根本冇辦法可以衡量到個案去點樣去恰當咁去進行啦，點樣去幫佢爭取個利益啦。喺咁嘅情況之下，根本你律師如果再要求佢去承擔呢個風險咧，似乎咧喺某啲情況就真係唔係好公平嘅。咁所以呢個係其中一個例子，可以係話啊，其實律師喺咁嘅情況都可能可以去終止呢個協議。當然客人亦都有第二啲嘅考慮嘅嚇，咁呢個係可以喺可以係非常之多嘅唔同嘅情況。所以呢個就係一個讓雙方係去討論咗，而係但要清楚記錄內在嗰個協議上面咧，究竟係喺咩情況之下先可以終止咁樣咯。Hi, RTHK3. Hi, first of all. Hi, 你好。咁關於你一個嘅關於你嘅建議啦，其實有啲咩嘅情況係改變咗啦？係令到即係以前啦，香港同埋新加坡係唔俾呢種咧係同仲裁結果有關嘅收費架構 ORFS 嘅。咁但係而家咧。兩個地方都話係諗住咧係撤除呢個限制，咁新加坡都係諗緊呢樣嘢啦。有啲咩情況改變咗，係令到你會作出呢個建議咧？咁另外都可唔可以係用大家明白嘅方式啦，係解釋一下律師同埋仲裁服務嘅用家點樣可以從呢撤銷呢個 ORFS 嘅限制係得益咧？因為其實咧
最終嚟講，個用家個當事人咧，可能咧係如果成功嘅話咧，就要俾多啲錢嘅喎。咁同埋你都解釋過啦，律師其實都會有會承擔一啲嘅風險，即喺個建議一裏面，你都講到其實喺呢個收費架構之下啦，律師都要負擔承擔一啲風險嘅喎。咁所以呢個同即混合式嘅呢個係按損害賠償收費協議嗰個風險有咩唔同咧？咁等我睇一睇先。係，同埋呢個按條件收費協議，因為律師亦都可能咧係收呢個係按小時嘅收費，咁所以呢個同混合式個有咩唔同？啊，等我嚟答呢個問題。嗱，情況改變就係咧，其實呢個改革係只係關於咧係仲裁，而唔係所有咧係法律嘅爭議嘅，法律嘅訴訟嘅或者。比較翻其他國際主要仲裁中心啦，佢哋都係容許呢一種嘅收費架構。如果當事人係同佢哋嘅對手方係有一個嘅合約啦、協議啦，就同意。如果有啲咩嘅爭議嘅話咧，就係會係去用仲裁解決嘅。呢個咧係合約裡面講咗嘅。咁所以咧，係仲裁咧，係一個雙方同意嘅一個法律過程。喺而家啦，喺跨境跨司法權嘅法律爭議裏面啦，呢個係越嚟越受歡迎嘅一個方法。咁因為咧，而家係好多嘅法例咧，可以咧係容許咧係有跨境咧去執行仲裁嘅結果噶。咁所以呢個喺成熟同埋咧係即係跨境嘅各方之間咧係非常之受歡迎嘅。關於仲裁中心而言，香港是一個很重要的仲裁中心。當事人通常都會選一個是有最彈性收費 的司法權區去進行這個仲裁。所以那個改變的情況就是說，我們需要維持香港的競爭力和我們的吸引力，作為一個主要的國際仲裁中心。如果你是一個在英格蘭或者威爾斯 的生意人，如果你可以揀，你可以揀仲裁啦，係喺倫敦、喺紐約、巴黎、香港、新加坡進行都可以噶。作為一個生意人啦，你可以同律師講話，我希望你同我分擔一啲嘅風險，無論我贏定輸都好。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咁呢個生意人咧就比較可能係揀一個司法權區，就係、是。容許他們有最大的收費架構的彈性，所以情況的改變就是，其實我們是回應是當事人的與日俱增的需求，以及要香港是要維持香港作為一個非常成功的仲裁中心的地位，我們要維持我們的競爭力。香港大眾都是有得益的，因為這樣我們就可以確保是公義得以伸張，以及是處理紛爭的過程是公平和是具競爭力的。所以這個就是情況的改變，你看到新加坡都 是以相同的角度在看這件事，他們認為有需要將新加坡的關於仲裁的條例是去修訂，是跟其他的仲裁中心看齊。關於益處方面，從當事人來說，其實香港我們有自由經濟，我們有自由合約的精神，當事人其實是希望是可以能夠自由去選擇他們和律師之間的收費協議的，他們希望是律師可以幫他們承擔一些風險。所以是我自己都是在一間律師樓工作，很多的客人就會問，即如果是成功收費的話，可能我們過程之中就只會是給律師一個折扣費用或者不給費用，成功之後就會有另外一個費用，這個都是客人當事人越來越多 的需求。如果香港要維持國際主要仲裁中心和紛爭解決中心，如果可以做到的話，這個是不單止令到法律界人士可以得益，也都會令到解決紛爭界別都是得益，
亦都令到所有啦係參與呢個制度嘅人咧係得益嘅。咁譬如話你一個香港有一個進行一個五個星期嘅呢個仲裁啦，咁喺疫情之前啦，咁好多人會飛嚟香。如果係疫情之前嘅話啦，咁就有成隊嘅律師團會飛嚟香港，咁呢個會對香港嘅經濟咧係有幫助，唔單止咧係仲裁界嘅。咁另外一個咧好有趣嘅。2007年嘅呢、這個當時咧一個回應啦。咁其實與傳統嘅呢個嘅協議咧，其實已經好過時啦。咁譬如話英國啦，如果你係一個律師，咁你可能會收你嘅當事人啦200萬港元啦。咁另一方就建議一個嘅和解吸引嘅和解嘅提議。咁如果係今日嘅情況嘅話咧，其實律師根本就冇一個嘅。誘因咧，去鼓勵佢嘅客人咧，係接受呢個嘅和解協議嘅。因為咧，如果係打多一兩年官司嘅話咧，咁啊律師就會有多啲嘅錢賺。可能兩年之後啦，當事人可能只係得到多10蚊嘅啫，可能只係比原本嗰200萬嘅和解提議多10蚊嘅啫。咁如果係接受咗當時嗰個和解協議嘅話咧，咁律師嘅收費就會少咗。咁所以咧，而家咧，律師就會同咧係當事人啦，有共同嘅呢個嘅利益啦。咁呢個就可以令到咧係客户咧都可以得益嘅。嗱，就住呢個混合式嘅 DBA 混合式嘅按損害賠償收費協議而言啦，同埋呢個按條件收費協議而言啦，其實 DBA 咧，正如阿盧博士講，就係、是、律師就會係喺最終嗰個財務利益。通過仲裁得到嘅財務利益嗰度咧，係有一個咧係按百分比計算嘅額外收費。咁所以，譬如話答辯人係要俾100萬嘅，咁最後你贏咗啦。正常嘅 DBA 嘅協議嚟講咧，咁律師就唔會收任何錢，只係會收嗰100萬嘅賠償嘅一個嘅百分比。如果係一個混合式嘅協議嚟講咧，咁為了令到律師可以有一個現金流的彈性，譬如比較小的律師行，特別是有用的，他們可以是參考這個是基準收費或者是這個小時收費去作出一個是折扣了的收費。假如最後是個訴訟是成功的話，那就會是得到嗰個收費之餘咧，仲會有一個咧係按損害賠償收費協議之下嘅收費嘅，呢個係成功收費啦。嗱，如果係其實咧喺審裁處嚟講，審裁處就會咧係叫嗰個輸咗嗰一方咧去負擔一部分嘅訟費嘅。咁所以會有呢個嘅訟費啦，之餘啦，律師仲可以咧係根據呢、這個。當事人得到嘅損害嘅判定咧，係得到一個額外嘅收費添。咁所以咧喺 DBA 之下咧，就係律師仲可以得到一個咧係成功嘅收費啦。如果係 CFA 即係按條件收費協議嘅話咧，咁律師就會話嗱，假如你成功嘅話咧，我就會係收取我小時收費嘅70%啦。咁但係我仲會係咧係得到咧係120%嘅，如果成功咗嘅話，即系咧就會多咗咧係50%嘅小時收費啦。咁所以呢個就係咧係嗰個律師得到嘅補償咧係唔同啫。嗱，混合式嚟講咧，就係英國同埋威爾斯咧都係建議，咁將會咧喺2020年咧其實有一個嘅改革，咁但係因為個疫情咧，所以係延遲咗啦。其實英格蘭同埋威爾斯都好清晰，係表明咧，其實佢哋咧係希望咧可以係允許混合式嘅 DBA 噶。咁因為咧係有呢個第三方嘅仲裁資助，咁咧其實雙方都可以咧係依賴一個第三方嘅仲裁資助啦。咁第三方就可以咧係資助一部分啦呢個嘅仲裁嘅過程。嗱，呢個混合式嘅 DBA 嘅好處就係咧，其實對於個當事人有好處噶。因為當事人唔單止多啲嘅彈性靈活性，就住呢個第三方仲裁資助方面，無論混合式定係就咁係 DBA 都好啦，都可以有第三方嘅仲裁資助。咁當事人嚟講咧，就可以咧其實係俾嘅錢咧係會少咗噶，否則嘅話咧，
當事人可能俾嘅錢係會多啲嘅，咁所以混合式嚟講咧，就係有多啲嘅彈性、靈活性俾當事人，亦都係令到紛爭解決紛爭嘅界別啦，都可以得到益處嘅。TVB 無線電視聽咗少少咧，而家我見嗰個報告書其實就係講話成功嘅結果咧，係由個 client 同埋個律師簽訂協議嗰陣就去定明乜嘢係成功，即係你哋即係法改會就冇講清楚，即係點樣定義乜嘢叫成功啦。咁其實會唔會增加咗客人同埋律師之間嘅爭拗？即係可能客人佢即係其實有一個情況就係個被告係幫，即係佢係一個。被告可能要幫他減免一些財務的損失咁樣啦，咁即係可能他期望的一個金額同埋律師同律師當初簽訂嗰個協議，可能他本身不係好清楚，即係可能佢可能期望去減一個大啲嘅金額，但係最後可能律師幫他爭取到一個可能比較小的減免嘅金額，但係佢仍然可能觸發到嗰個 DBA 嗰、那個即係要俾律師嗰個錢啦。咁其實會唔會增加咗雙方的爭拗呢？如果冇在成功的結果呢、這個即係有一個定官方嘅定義上面，係啦，想問翻清楚少少呢個，唔該。你第一個觀察是對的，就是話咧，我哋係唔可能，亦唔冇，亦都唔可能咧，係話講到明話客人同埋律師之間要點樣去定義呢個為之成功啊？呢個係因為每個案件都有唔同，可能每一個案件啊，有些情況就話我要攞曬 100% 我的申索額才叫成功，有些就不是，有些覺得如果你攞到七成的個客人已經覺得 是可以的了。咁呢個咧就當每一個案件咧就大家要討論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會唔會增加律師同埋客人的爭拗？咁呢個咧唔能夠排除係冇可能的，不過咧，首先第一，我哋個起點咧就應該考慮咩咧？就係呢一啲咁嘅按結果而定的收費模式咧，並唔係必須嘅，並唔係一個唯一嘅收費模式。其實咧，我哋咧，正如頭先主席所解釋咧，其實我哋點解會去建議修例去改革呢一方面嘅法律啊規定啊，就係去回應咧，其實回應一啲消費者嘅訴求同埋需求，同埋去保持同埋鞏固香港作為一個仲裁中心嘅一個競爭力。咁所以咧，其實客户如果佢唔需要呢啲模式嘅，我哋冇得逼佢嘅。呢個係個起點先啦。咁我點解要有呢啲模式呢？就係正如頭先主席都講過啦，其實就係話有啲客人根本可能咧，如果冇呢啲模式咧，佢根本就負擔唔起個法律費用。根本如果有一個有基礎有理據嘅申索，根本就達至唔到，所以咧就攞唔到佢應得嘅公義。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嚟講，就算係有一啲可能有啲企業根本佢係其實係有錢嘅，咁但係咧亦都唔代表咧每一個公司或者企業咧都係願意係花咁多錢喺度，因為可能佢哋有其他嘅priorities 啦，係想將呢一啲嘅法律或者唔確定嘅費用咧係喺佢哋嘅資產負債表裡面去排除，或者將佢減低。咁呢個亦都係回應市場需求嘅一個產物啦，或者我可以咁講。咁所以咧，如果客人係唔想要呢一樣嘢嘅話咧，根本我哋唔會逼到佢嘅。咁我哋咪按翻普通嘅基準模式去收費咯。嚇，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就話好啦，如果個客人係想用呢一個咁嘅按結果嚟去定呢個收費模式咧，咁我哋覺得咧必須咧就係要佢要清楚佢嘅權利喺邊度啦。咁所以正如咧主席喺開頭嘅開場白嗰陣時都講過啦，其實我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保障措施咧，就係要求咧係個律師係必須要向客人咧去解釋翻佢嘅權利，可能有需要，甚至係你亦都可以去徵詢一個第三方嘅法律意見，攞一個個意見咧，就係話睇下究竟應唔應該呢一個案件適唔適合係用呢個模式處理啦，會唔會有其他更好嘅模式處理，或者等等諸如此類嘅嘅事件啦。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唔係淨係局限於呢個模式之外嘅，就係話頭先你個問題其實就有少少就係話究竟個律師原本就定錯一個財務利益的百分比的收費，但是最後尾佢只是爭取到一個低啲嘅財務利益，係咪幫個客人？咁但係呢一樣嘢咧，就同咧呢個收費模式本身未必有一個直接嘅關係嘅。雖然佢喺呢個咁嘅環境度產生，呢個就係其實講緊究竟可能就係話個律師有冇盡佢嘅能力去到幫佢客人爭取利益？呢一個就唔係話收費定嗰個上限啊，或者嗰個叫做百分比啊嘅事嚟嘅。咁所以咧，呢一樣嘢其實根本客人一路以嚟咧都可能會同個律師有爭拗，無論係按結果收費或者不按結果收費，都可能會有呢個爭拗。咁所以咧，我哋就唔覺得呢一點咧本身係會
係影響咗我哋呢一個按仲裁結果收費嘅呢啲協議嘅一個可行性啊，或者一個應唔應該即係加入呢一個咁嘅選擇俾消費者選擇嘅做法咯嚇。希望得到你答。我補充一句啦，即係我哋而家建議嘅呢三類嘅收費協議咧，咁佢都係客户與以律師為例啦嚇，以律師事務所嘅一個收費協議嚟嘅。咁個律師嘅表現咧，係受到我哋律師會非常嚴格嘅呢一個專業水平嘅規定嘅。咁所以如果客户與律師事務所之間有任何嘅爭議咧，其實都可以根據既定律師會嘅機制去解決他們的問題的。咁譬如如果律師表現是 不符合水平的話，香港律師會是有套機制去制裁這一類的不違規的律師的。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如果大家都沒有其他問題的話，我們今天記者會就在這裡告一段落了。多謝大家來到我們的法改會的記者會。